Hi.
子有尘吗？没有啊。嗯。哦，这边的就尘了。这样子就真的是喇喇仔一半。哦，纸包鸡哈，嗯，就是纸包鸡，对。你更可爱。我们的，我们的沙窝里面的鸡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爸爸。啊？万国鸡。那个沙窝，那个毛毛的。哈哈哈哈哈东南亚最大的市场哦，全东南亚最大市场哦。所以苏人都是在这里买日常生活用品啊。对啊。哦。哥不知道苏州吗？这都开不了。不需要、啊。买菜什么？大致上有找来的话，应该是在这边买的。哦。去苏州 market。有啦，这边都进不了。四个摊位啊！嗯。
它有那种越南的 feel 哦，它只它比越南更干净一点。是那个夜市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哈。夜市在那一项。夜市在那一项哈。What we do here is go back.这东边有什么好介绍啊？三娘大仙。